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Young Gordon。今次是第三集，中银人寿冠名赞助香港电竞足球代表队选拔决赛日。今天的题目很有趣，就是电竞足球评述员的落雨路，不过不是愤怒的路，是努力的路，是不是？没错，一定要很多的努力才可以做到一个电竞评述员嘛。但是我未正式介绍你，坐在我身边是电竞足球评述员 William。大家看到他這麼英俊，不要以為他是明星韓星，但他是另一個界別的明星，就是電競足球評述員。沒錯，做這個工作都做了好一陣子，今天都很開心可以上來跟大家分享，有個時間去講一下可能電競評述員的過的生活是怎樣，或者怎樣走到來這個位置樣的。我都很開心做到這個節目主持，因為我發覺每一次的嘉賓都是卧虎藏龍，還有其實是有特別的功能，特別的技能。你今次是講播，但是你是講電競足球，為什麼當初會選擇這個職業呢？其實剛剛小的時候都很喜歡去聽香港的旁述，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足球，以前看很多不同電視台，很多足球聯賽的，小已經想做他們的了。去到大個的時候有機會，當然啦，因為自己很喜歡打機，慢慢去試一下講自己打機，打完講一下又覺得 OK， 跟住完之後可能開始興起了直播打機 的一個潮流，我自己去試一下呢，有人覺得可以給你一個機會，真的去講一次電競足球的比賽，然後那個效果好像又不錯的時候呢，就陸陸續續多了一些機會了。明白，你這樣說，我想起未有直播之前，因為我大你一點，即我們以前打機的時候應該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機，跟朋友打機嘛，然後打得興奮就自己跟自己講播，因為以前的遊戲機的旁述好像沒有中文的，沒有廣東話，只有英文，他就自己說，我現在傳播給這個了，入你播耶，即是會自己這樣說嘛。其實爸媽以為你瘋狂的，你有沒有這個情況發生過？我就好少有家人展露呢一面出嚟。你頭先話即係同 friend 打機咧，我都唔會特別講嘅，即係費事好似好串咁樣，又或者費事講得唔好俾 friend 笑。我反而可能係自己匿埋，都未必敢講出嚟，喺個腦度叫做幻想係點，即係好似以前可能睇龍珠漫畫咁樣，你會自己當自己殺人啊。咁打機踢波嘅時候都會嘅，但係。不會，都未去到夠膽講出嚟，直到大個覺得人哋都試過咁樣，而且我即係最大最深刻嘅印象就係我睇一個我唔識玩嘅遊戲，佢唔係足球遊戲嚟嘅。我第一次接觸，然之後個旁述嗰個係一個比賽嚟，個旁述講到我對個遊戲多咗了解，然之後我覺得呢樣嘢就好大影響力，可以令到一個唔識嘅人中意咧。其實我覺得旁述嘅功用是很大，然後就嘗試去這方面開始做這件事了。那個是什麼類型的遊戲呢？即我們不要說什麼，但起碼知道什麼類型遊戲，是射擊啊，還是一些解謎推理呢？那些是五打五的 MOBA 遊戲，即是推塔那種，那時候是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的，因為那些招式啦，你知道很複雜，幾十個的嘛，但是他講完之後，我大概會明白，為什麼他要按這個掣，為什麼他要按這個掣，然後呢，我都迷了那隻 game 好幾年的。所以反而咧，係個遊戲令到你覺得電子經評述員係咁重要，係咪？係啦，同埋佢有個專業性喺度，係不下於其他運動嘅旁述。因為我覺得所有運動要興起，當然啦，要有足夠嘅人玩啦，但係旁述嘅功用都好重要。咁但係想問一下咧，當初你係咪去咗外國讀書㗎都？係。你去邊度讀書啊？我在英國讀了幾年，然後畢業回來就當然是做一些，那時候又未想到做電競的。我在英國第一次看電競比賽，那時候就真的剛剛興起有得網上直播，然後我在上學沒事做，即或者放學沒事做的時候就按啦，按一下看到喂開始多了電競比賽，跟住去逐個不同類型的遊戲都望一望，然後我發覺哇好正喎，佢可以教一隻，即係佢直頭你睇一隻新 game 你唔識但唔緊要，佢一路講你自然會識多咗，跟住就翻到嚟做咗一陣銀行先，然之後諗清楚啦，都係想試一下，因為香港當時又開始多人接受咗電競，甚至乎係參加啲電競比賽咁樣。但係都好大犧牲，因為做 band 嘅話，個收入都穩定噶嘛。咁但係當初放棄一個咁即係叫高薪穩定嘅工作，家人啊或者當時嘅女朋友有冇反對呢？其實都完全唔會有反對嘅聲音，會有擔心嘅説話咯，即係
work 唔 work 㗎，或者得唔得㗎。但係可能我之前翻一啲叫做穩定啲嘅職業嘅時候咧，我諗我身邊嘅人都會睇到我未必係咁 enjoy， 即係可能講緊放咗工嘅時候咧，都會見到我有壓力啊，或者仍然係諗緊翻工嘅嘢，甚至乎我之前都經常同我身邊嘅人分享，我有好嚴重嘅失眠。咁我覺得我應該係休息嘅。咁當時其實未話一定要做電影，但係我當時想休息一陣，然之後嘗試去揾一啲我真係中意而有夠膽去嘗試成為一個職業嘅。因為我估啊，好多年青人都至少喺我嗰個年代嚟講，好多年青人而家興啲乜？我就去讀啲乜，或者我 plan 咗我將來係做啲乜嘅。但係你叫佢諗一樣佢好中意嘅嘢去成為一個職業咧，我諗香港好多年青人都比較難。我希望而家多啲啦，但係我就係屬於嗰種我諗唔到想做乜，所以我就做住一啲大家都覺得穩定嘅嘢先啦。所以嗰陣時應該都算係攞辭係咪啊？係攞辭咗嘅。其實我想都想分享一下咧，係以我諗大概五至六年之前咧。我諗社會對青少年啦，或者可能成年人啦，你攞錢依個做法係唔啱嘅，即係覺得喂你有份穩穩定嘅工作，你本身可能有萬零蚊或者幾萬蚊嘅收入，突然間你冇咗收入，你會唔會變咗好 hea 啊、好剩啊嘛？即係以前傳統一代係咁樣嘅，但係而家其實都會覺得有陣時始終而家社會個壓力太大啊，我哋面對唔同壓力啦。咁即係如果做嘢做得辛苦，而你個即係我家庭嗰度唔係話太大壓力嘅話咧，其實有陣時攞錢咧，俾你唞翻一個月，諗翻自己想要乜都係件好事。即係如果你當初唔攞錢，你今日我就唔會見到你，你又唔會做一個咁出色嘅評述員啦。冇錯，即係雖然頭先你可能講過就收入相對地冇咁穩定，甚至乎冇咁高，但係即係如果以個人成長嚟講，我喺呢兩年幾三年學到嘅嘢，或者係喺個人嘅性格上面、講嘢嘅能力上面，絕對係個進步係大過我可能喺五年喺銀行做嘅嘢，因為可能一啲咁傳統嘅行業或者一啲咁大嘅公司入面你能夠學的是比較循步漸進的，但是我自己走出來的時候，所有東西都可以憑我自己摸索去追隨我自己想要的東西去進步的。是，其實我想一個很多網友都問問題，但問複雜的問題之前都想問你一件事，其實電競評述員咧係咪好多女 fans 㗎？係咪好吸引女性㗎？我只能夠話我嗰隻遊戲咧就少啲嘅，因為我最中意就係足球。咁女性咧就真係比較少中意足球嘅，仲要打機都即係可能真實都係足球啦。你打機你又係中意足球，咁所以咧即係女觀眾又少啲咁。其他遊戲咧我就唔敢代佢哋發言啦。哦，你應該話你結咗婚，我好我老婆，所以冇乜依啲異性出現嘅。我哋傾好咗唔講呢啲嘅，依個可以幫你不過。我唔使嘅，我都 OK 嘅，佢都知噶啦。咁但係因為點解我敢問呢？因為我見到好多留言咧都係女 fans 啦。咁有啲女 fans 就問：喂，係咪要口才好咧先可以做到依個評述員咧？我諗。看看你怎樣界定口才好，因為大家很正常的，如果講旁述或者是一些靠聲音去導航的工作，當然要口才好，但是是不是如果我答了是就會令到很多人卻步呢？我就不希望是這樣的。很老實說，我們剛才我們都即傾閒偈都傾過了，其實我們兩個在以前小一點的時候不是那麼習慣去講話出來的，即 even 你剛才問我打機會不會自己旁述自己打機咧，其實一開始都唔會，我係到有直播嘅時候，我其實一開始嘅嘗試咧都係好吃力，我好聽唔慣自己講嘢把聲，聽唔慣自己把聲一回事啦，聽唔慣自己咁興奮，因為我平時一個好講嘢好沉啊，文靜怕醜仔，我哋又唔中意講咁多，唔中意同人傾偈嘅，係呢個你先，我呢個唔敢承認啊，係啦，但係如果去到一個節目一個比賽嗰、那個。目的就會很清晰，因為你是帶緊啲嘢俾觀眾嘅。咁我喺個過程裏邊當然都有一啲唔適應啦，一開始一定會非常非常之緊張，甚至乎講錯嘢嘅。但係口才好，我覺得唔係一個 yes or no 嘅 question 咯，係你知道呢樣嘢係一個條件嘅時候，你就會慢慢學習。我自己好大膽或者好肯定咁講，我一開始口才都唔係好，我去到而家去咗一啲直播嘅電競。比賽的時候仍然都會講錯嘢嘅，咁但係永遠都喺個學習嘅階段之中咯。其實講錯嘢啲蝦碌有冇啲咩比較難忘啲咧？我諗最常見發生嘅事就係有時可能講咗好多場，去到最後嗰啲場數咧，我去到今時今日咧，我仍然係試過我將兩隊
個選手名調轉咗，仲要調轉好耐喎，可能講咗半場先知道原來領先緊嗰個係對面嗰、那個，咁係會有啲汗顏嘅，我面都會紅埋添嘅。不過通常呢啲位咧，拍檔會幫我好smooth 咁樣去修正咗，亦都唔會覺得係啲大問題，因為喺電競比賽裏面個節奏可能快啲啦，然之後總會講錯嘢嘅，拍檔嘅功用咧就喺呢個時候發揮出嚟啦。但係會唔會使唔使即時同啲網友講 sorry 咧？我自己就唔會嘅，因為我知道有好多電競嘅旁述都會睇一睇直播嘅留言啦。咁我自己就通常做完曬我做咗我自己嘅檢討先，然之後再睇觀眾嘅評價。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啦，我好信拍檔嘅。通常如果我真係錯咧，我拍檔都會知道，亦都會幫我 cover 到，甚至乎亦都會喺言語之間俾我知道，原來我頭先可能講錯咗個招式名，甚至乎講錯咗個人名，但係中間個過程唔會好突兀嘅，係咁樣。其實都唔容易嘅，講真。不過亦都要有陣時，可能始終都要叫評述員啦，可能都要面對翻網友嗰啲comment 啦，即係大家都要有啲夠勇氣先得啊。都係嘅，因為有時佢哋即係有時係善意嘅，有時係惡意嘅，但係自己要識得分同埋。有時觀眾話：哦，你真係講錯嘢嘅時候，你都要勇於去承認嘅。咁啊，網友 Timothy 咧就問啦，會唔會有陣時講波太興奮、太激動，跟住講咗啲唔適合嘅言論呢？我自己咧就好耐都，我諗我從來都冇試過講嗰啲唔適當嘅言論，反而有時會驚你新搭嗰個拍檔會係會唔會咧？如果係一啲年輕啲嘅拍檔，咁佢哋平時可能自己直播嗰時候好 free flow 嘅，或者係用字是強烈啲嘅，咁同佢夾可能會驚啲，但係其實 so far 我拍過嘅拍檔，包括埋我自己都唔會，因為你知道呢一個節目係俾一啲咩人去睇，同埋你嗰個職責係點，同自己去做開台會唔同。不過你講嘅興奮，我咧如果講得太興奮嘅話咧，我夜晚好會瞓唔著嘅。我都係，其實你知唔知我尋晚嚟已經瞓唔著，因為要諗住同你傾偈。跟住今晚我都應該瞓唔著嘅，因為已經係 high 爬煲。好，再 high 爬啲我哋。不過我覺得講波講錯都唔係好中招咯。我覺得最尷尬就係可能你例如講比賽咧，可能講錯咗曼聯對洛杉磯湖人咧，你就尷尬啲啦。即係一對是英超的球隊，一對是 NBA 籃球的球隊。如果咁講錯就尷尬啲咯，但會好笑咯。係嘅，不過我就寧願唔好笑啦。係啊，如果唔係我就真係瞓唔著啊。係啊。跟住咧，其實有朋友問啦，係咪多數都做直播評論啦？會唔會預先諗定份稿啊？定係現場執生咯？這個分兩部分嘅，喺現場畫面咩叫現場畫面咧？即係比賽畫面咧，其實你係永遠預計唔到噶嘛。咁但係喺比賽之前，譬如啲選手準備緊啊，或者你介紹佢啊，甚至乎有時因為技術問題，你要拖長少少時間嘅，這個就要花一個預備功夫啦。咁最常見嘅當然啦，就係事前要去了解一下選手佢少少背景啦。例如佢係好年輕嘅，例如佢係特別年長嘅，佢係踢啲咩踢法嘅？嚟緊呢一場波，我哋可以留意佢邊一部分嘅發揮嘅。咁呢啲就可以透過事前嘅工作去做啦。至於落到球場比賽畫面嘅話，其實純粹係同平時一個差不多的練習，只不過你要可能再講得緊湊啲、興奮啲咁嘅啫。好，你咁講完之後咧，因為我發覺，例如我想知道嗰個選手嘅打法啊，係比較喺網上比較難揾到咯。可能會咁樣有機會會唔會衍生一個新嘅工種叫分析員咧？專係有啲人咧就唔係做評述員，可能就係專係分析曬依十個或者廿個最強選手，跟住就整份報告俾大家睇咧。有冇依啲情況有機會發生咧？如果再即可能大型啲嘅比賽就會嘅。咁但係通常咧，我自己會覺得呢、這個都屬於旁述嘅其中一個工作嘅。咁好多時有冇做到功課呢？我相信觀眾係會睇到嘅。同埋調翻轉咁講，如果旁述有做到呢啲功課，就算冇其他人嘅協助，仍然可以俾觀眾知道多一啲比賽以外，即係比賽畫面以外，喂，其實呢一個選手係點？可能呢個選手平時講嘢好好笑嘅，咁你都會令到個觀眾知多咗哦，唔係淨係個畫面嘅。究竟佢後面嘅人係一個咩人？其實觀眾都會有興趣知嘅嘛。其實而家香港大概有20至30個嘅電競評述員啦，係咪大部分定係全部都係男仔咧？都比較多男仔嘅，女仔都會有嘅。咁但係可能男仔就會
更加想轉研或者係轉研到一個好深層次，可能睇曬唔同國家、唔同地區嘅世界賽啊，可能東南亞又睇啊，可能西亞又睇啊，去攞咩都睇喎。係啦，咁女仔都會有嘅，咁但係近排嚟講喺個畫面上面少啲會見到女性評述員嘅。其實比例係咪大概九個男仔比一個女仔到㗎，定係再少啲啊？哦，咁我又唔敢講啊，亦都好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好難以性別去區分，因為喺唔同遊戲裏面只不過係吸引咗咩人，佢咁啱係男仔或者咁啱女仔，我只能夠講可能啊，因為普遍嚟講打機真係男仔多過女仔去中意，甚至乎一個好專業嘅程度，佢哋會好擺好多時間落去咯。唔係因為點解咁問呢，有網友就問：我係女仔，如果想做評述員，有冇呢個機會啊？嗯，你會唔會想揾個女主持做你嘅 partner 咧？我咁講啦，我覺得係你會想嘅，唔係啊，閘住先，係啦，我自己覺得咧，評述員應該係不分性別嘅，好老實講，因為我哋係應該以嗰個專業性行先。當然啦，佢喺一個節目裏面出到嘅火花，當然同兩個男仔或者係兩個女仔會有唔同嘅。咁但係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講，我真係會想係啊，究竟我同呢個評述員可以有啲咩火花出嚟？係純粹喺大家嗰個知識層面啊，或者係大家嗰個風格上面去撞出嚟嘅。唔係，我補充一下先，因為 William 咧佢結咗婚，所以佢內心係好想有個女 partner 一齊講波，但係佢現實上唔可以咁講，所以大家唔好再追問佢依個問題啊。咁啊，有啲問題問都幾好嘅，其實佢問其實做評述員咧，其實係咪要有相關 MC 經驗咧，即係一個大會司儀啊？依兩樣嘢係咪共通咧？這個呢我就可以都頗清晰地答到大家，有相似之處的，亦都有些技能呢是可以 share 到的。但是譬如以我為例，我會覺得自己在電影足球裏面旁述做得不錯的，但是我是不是一個好的節目主持呢？我自己覺得未是的，因為我試過做過在一些線下即是要延長去做 MC 的時候，我做過一兩次，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夠好，因為畢竟對住一個遊戲畫面去旁述，同埋喺一個台上面對住好多觀眾、好多嘉賓，佢嗰個壓力係會有唔同嘅。譬如我望住個鏡頭啊，或者下面如果好多人，甚至乎現場，我聽得翻自己的聲咧，我都會好緊張嘅。咁我都會有表現唔好嘅時間。但係你話講嘢要可能要有一個某個程度嘅說話能力咧，係呢一個係幾肯定嘅，但係唔係話。我做一個好的主持就是一個旁述，一個好的旁述就會是一個好的主持。即是兩樣東西未必是一樣，但是有機會一起做得好咯。是啦，咁當然啦，以我自己為例就是我因為旁述講得不錯，而有人想我試下做 MC， 俾咗呢個機會我的時候，咁呢個亦都係一個 step 俾我去進步。咁我可能下一步我就係想做一個好的主持。唔係，其實有得玩喎。你諗下，如果有個 friend， 你有個 friend 好中意電競嘅，跟住就請你做 MC， 跟住你用翻做電競個 mode 去介紹佢入場，都幾好笑喎。一睇新人一入緊嚟啦，跟住佢啊眼眶就好緊張咁，會唔會可以咁樣做呢？可以，不過就可能冇咗個 friend 咯。以後唔會啩？應該 OK 嘅，係要傾定先咯。如果我早啲識你嘅話咧，我應該會夠膽玩嘅。係啦，我就係電競評述員 William， 今日咧我就代表一對新人同大家講，所以捉走啦咁樣，勁開心，好 high 派。我驚會變到好趕啊！係咩？你夠鐘啦，夠鐘啦。嗱，宇珠而家上啦咁樣 ，OK。咁其實，但係唔係啊，因為我睇翻你三月一號咧，即係中人人壽冠名贊助香港電競足球代表隊選拔賽嗰日嘅記者會咧，你表現得非常之好喎，個個無論係台前幕後都大讚你嘅表現喎。咁呢個就多謝曬即係大家對我嗰個評價先啦。咁當日其實我自己都好緊張，因為我見到台下有好多嘉賓，而且我係我前一晚咧係。即係都非常緊張。其實三分鐘的旁述對我嚟講，理論上是非常容易，因為我平時可能做旁述要講兩個鐘都不出奇。但是那三分鐘突然間變到我人生裏面很重要的三分鐘，我知道我一定要由第一秒開始就進入狀態。因為譬如我之前有啲咩蝦碌嘢咧，或者係有啲咩不足咧，就是經常都會有身邊的朋友話俾我知，其實你在評論一場波之前嗰幾分鐘，譬如節目開始嗰陣時候，頭一兩分鐘咧，你係好唔入局嘅，個樣好唔自在啊，或者好唔興奮嘅。咁我知道喺譬如三月一號嘅時候咧，我一介紹完我出場，三分鐘就屬於我噶啦，我一秒都唔可以嘥嘅。咁我都覺得我當日係比平時咧一嚟就已經係入咗嗰個 mode 嘅。
因為平時咧，你係講兩個鐘係啲長跑嘅評述啦，嗰次係三分鐘內係一個拳擊式嘅評述，你係要三分鐘即刻要變得好好啊，所以你係有啲壓力，同埋嗰日都好多媒體記者嚟啊，即係任何媒體都嚟曬，基本上你又多有可能有好多人望住你表演你，但係你都做得好好咯。係啊，咁可能壓力都會推動到少少。係啊，所以頭先有位朋友啊 Molly 咧，佢就問啊，其實係咪要做足準備？其實真係要，即係可能你。想即係嗰日你係三分鐘嘅表現，但可能我相信你都花咗起碼幾日至一個禮拜嘅時間去prepare 或者調整自己的心態咯。冇錯噶，因為譬如我諗最簡單嘅，當然啦，我哋頭先講過嘅準備功夫就係你首先可能要熟個遊戲啦，令到喺個比賽畫面嘅時候，你真係可以了解到唔同嘅操控者或者選手佢哋做緊乜。咁之前咧，可能我就會去再資料搜集一下。當日的出場選手他們的背景資料啊，同埋佢哋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嘅？有個朋友問咧，評述員咧使唔使出樣？你有冇咧？評述員是要出樣的，咁但係通常如果你話喺電競比賽裏面，就是在啲選手準備當中，或者係做一個過場，因為很多時介紹完啦，其實都想俾一個空間或者一個時間咧，等觀眾去知多啲。嚟緊呢場比賽嘅一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咁通常就會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啦。咁我哋就係當自己係一個旁證嘅身份，然之後做一啲過場啊，去解釋一下呢一場波係個選手係點啊，或者我哋今次比賽嘅賽制係點啊，等啲觀眾入咗局先，知道做緊乜啦。然之後 ready 嘅時候就落去個球場嗰度。咁譬如呢啲位置，我哋咪可能要出鏡幾分鐘，甚至乎踢完嗰場波、踢完嗰個比賽之後啦。翻翻嚟，我哋做少總結嘅時候，咁你話如果出樣嘅時段，大概都會喺呢啲位置。其實咧，我考你個問題咧，知唔知今次個比賽決賽係幾時啊？我梗係知啦，但係我哋唔可以講住啊嘛。唔可以講住，因為咧，我哋有幾份禮物係留翻俾我哋嘅觀眾嘅。諗住考下你添，搞你唔掂。但係嗰次咧，上個集啦，咁啊會長都講啦，其實咧，電競嘅選手咧係有 sponsor 嘅喎。我又想知道電競評述員有冇 sponsor 咧？其實我覺得就難啲，我自己都冇諗過，因為好多時比賽由比賽嘅主辦咧去揀或者去揾一啲旁述嘅，咁比賽佢自己本身已經有 sponsor 噶啦，咁所以真係比較少啲聽到旁述佢哋自己會有 sponsor， 因為有可能會撞噶嘛。咁我諗如果你係一個旁述員，你都唔想自己嘅機會少咗噶嘛。明白。但如果我係 sponsor 嘅話，我會 sponsor 你水咯，起碼會俾個禮品包你，有水有補抗力，你收下先。好啊。咁啊，大家唔使擔心，唔係依個唔係只 William 嘅福利嚟嘅。咁只要你 like and share 今次依個有獎問答比賽咧，答啱問題咧就有得有依個獎品噶啦。咁啊，講翻啦，就係中銀人壽冠名贊助香港電競足球代表隊選拔賽啦。個問題啦，決賽日係幾時咧？咁啊，大家快啲留言啦！留言完之後咧，我哋就會有專業嘅工作人員揾你啦。咁啊，再講翻同阿 William 傾陣偈啦。想知道翻咧，其實電競足球評論員咧個前景同發展係點咧？你點樣睇依個行業咧？因為你都係叫做先行者啊！你是第一個，即係你係比較早期攞詞啦，然之後入行啦，而都做得好出色，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其實我做電競足球嘅旁述咧，大概就四年到啦，而家係第四年。咁喺呢幾年裏面，我睇到個現象就係好似，如果我係一個觀眾啊，點解會又係 William 咧？咁我自己都有咁樣嘅睇法嘅，即係好似呢個行業冇乜好多人有衝動想去挑戰或者去試，而我仍然係覺得。我嚟到今日，我做咗四年啦，講過唔同嘅比賽，我都係覺得好好玩嘅。咁我就希望多啲年輕人去嘗試，唔一定話要係去到全職嘅地步，因為每個人佢哋有自己嘅諗法啦，或者佢哋有自己嘅全職嘅嘢想做。但係我覺得應該有更加多嘅年輕人去嘗試去玩呢樣嘢。咁其實我而家成日拍開一個拍檔。佢今年只係17歲啫，佢16歲嘅時候，因為一個讀緊書嘅啫喎，佢都係啊，仲係讀緊書啊，咁啊，今年嘅考試啊，咁點解會有咁嘅機會咧？其實同我差唔多嘅，我當年做第一次嘅嘗試咧，就係因為有個比賽揾緊一個旁述，冇揾到我嘅，但係佢揾咗嗰個人咧，就介紹咗我，然之後我就去做試咗第一次啫，大家都係一張白紙，乜都唔知嘅，咁但係我嗰次講得好，然之後。
我呢個17歲的拍檔咧，亦都係差不多。我哋想找一下一啲，即有一個比賽，想找一些年輕的旁述，跟住然之後佢自薦，自薦完之後就俾咗個機會佢講，哇，講得好犀利！當日不知幾多人話，哇，佢仲講得好過 William 添。然之後咧就，但你開心嘅會，因為開心，你會希望見到後輩叫做會比你做得更加好咯。即我都係咁嘅心態。係啦，咁我即可以講多少少啦，即我平時如果大家認識我啦，或者甚至乎聽我講電競足球的評述的時候咧，都會覺得我是比較靜，語速比較慢啊，可能誒中意講多少少，即係分析上面的嘢。但我另外一位拍檔咧，佢就語速好快嘅，而且咧係將個比賽畫面咧講到好刺激、好緊湊嘅。調翻轉我同佢拍檔的時候，我是去學佢究竟有啲乜嘢好，然之後可以點樣攞翻嚟。我覺得電競旁述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每次跟不同人拍檔，你一定可以在他身上拿到東西。我希望有多些人可以去嘗試做第一步先，然後看看敢不敢受到 我那種喜悅。是的，我今天很快很多問觀眾答啱問題，但我不講答案主，但我都下一個問題可以答的。你知不知道今次決賽是哪個台播呢？ Now TV 是不是？沒錯啦。點解我知唔知特登要講呢個電視台呢？因為佢旗下另一個電視台 Viu TV 咧有一對組合叫 Mira， 而你好似佢入邊其中一個團員，你知唔知似邊個啊？係，你好似我唔敢答，我驚答咗啦。嗱，如果答咗，我頭先真係爭啲中咗你伏啦。如果真係答咗咧，我啲人嘅 fans 咧，咁我就玩完啦。做人唔好太貪心，我又唔會叫你做電競界姜圖嘅。唔好意思，先 cut 咗先，呢個得唔得？唔係，但係另一個都非常之靚仔，係我朋友，似 Elton 咯。哦，佢係你朋友啦。係啊，健身教練加跳舞好勁嘅。咁我覺得你咁似佢咧，我諗第時你會揾到一啲 sponsor， 就係可能 sponsor 你做 facial 啊，令到你可以用最靚嘅情況面人啦，係咪好好咧？好，不過你要同翻你個 friend 講先，叫佢即係你同佢講話講笑嘅啫。佢靚仔好多啊嘛 ，Elton。唔係，係啦，係啦，咁就起碼我驚受到啲。嚇！唔會，其實都係咁樣啦。William 都係謙虛，因為始終佢結咗婚啦，佢就唔好意思同老婆我愛你，但係佢要未必有人知道佢唔係咁靚仔嘅。係啦，踢走狂風浪蝶係咪啊？咁梗係啦，同埋即係要避免一啲發生一啲意外，好緊張。喂，好多人讚你靚仔喎。Alan Lee 係咪你個 friend 嚟㗎？梗係唔係啦？係嘛？啲真心㗎。真心網友讚你靚仔係嘛？係嘛 ？OK。咁啊，都想問多少少問題啦，仲趁有仲有時間。咁另外就係有啲朋友話，其實當時你攞詞係邊度嚟嘅勇氣咯？我諗係咪真係好勇氣呢？我諗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因為我嗰陣時翻工翻到好大壓力，令到我有我諗失眠同埋。是不是有些甩頭髮的跡象呢？我都很多頭髮了。總之呢就有很多生理的跡象呢令到我會發噩夢。我會發噩夢發什麼呢？回公司做錯事。那我就知道開始不行了。其實這樣是不健康的。即不是那個工作不好，而是我不適合。那這個你說是不是勇氣呢？又未算，但是一個動力。然後去到我想即可能很多人都會有那種想法，就是30歲前我要做什麼什麼。那我二十幾歲的時候都會諗呢啲嘢噶嘛，我想嘥錢去試多啲我嘅可能性。其實我嗰陣時未係真係好 confirm 係電競，我其實可能我想試 marketing， 我可能覺得自己有可能係 design 嘅人才，我乜都去睇下。但係睇還睇，睇完之後你要揀一樣去試咯。咁我覺得既然我即係普遍咁講，可能一個銀行工佢俾到嘅薪金是高一點，那我就儲下那些薪金，然後給一個長一點的時間去衝，去亂地撞都好。那不是真的那麼大勇氣，我覺得即相信大家都可以去做。那另外一個看法就是真的不一定要說要拿錢先叫做做了的。我 even 我在翻緊一個穩定工作的時候其實我在公餘的時間我每個禮拜會寫一篇係關於足球的評論，放在一個 Facebook page 嗰度，然之後又會得閒開下台做一下唔同 project 去試嘅。我都係試到咁上下，覺得每樣嘢都有啲啦。我真係揀一樣去撞出嚟嘅啫。所以其實你好多身份咧，一個電競評述員啦、專欄作家啦，同埋未來嘅 KOL 啦。哇，係咪啊？唔使未來 KOL， 而家已經係啦。都得。不過我都好想講話 William 嘅故事好勵志，同埋其實家人同埋我諗
當時女朋友即係而家太太啦，都好支持啦。其實都可以同翻啲觀眾講，有陣時你去實現夢想的時候咧，另一半嘅支持好緊要嘅。如果假設另一半覺得嚇、啊、你放棄高薪厚職喎，咁我同你分手或者唔同你行落去啦、其實可能都未必會造就到今日嘅你咯。其實我覺得屋企人即係。我太太都是家人啦，其實佢哋就雖然個口唔即係我哋唔中意講得好出口嘅，咁但係即係譬如攞錢咁，其實屋企人一定會有擔心，譬如爹哋媽咪啊、都會擔心㗎，但係佢哋盡量隱藏佢哋嘅擔心，佢哋唔出聲啦，淨係問你需唔需要幫手，唔需要我答一句唔需要咧，佢哋就唔再煩㗎啦，亦都唔會驚我話其實攞錢完之後就係屋企乜都唔做啊咁。我想呢樣嘢俾到信心嘅，咁當年即係、就是、去外國讀書，其實都係一樣，即係嗰個大家會有互相嘅了解啦。咁我其實去到而家咧，我都好少交代，即係同屋企人交代我做緊啲乜啊，或者係做緊，即係最多知道我做緊咩行業嘅啫。咁佢哋如果中意睇到我 Facebook 咁就睇啦，但我唔會刻意去講咯。我覺得屋企人嗰個互相了解，佢即係咁樣就已經足夠，唔需要再太。擔心啊，或者講好多嘢咯，咁我會繼續做自己啊嘛。所以你都好特別，你係一個低調謙虛型嘅朋友嚟嘅，但係你做電競係必須要 hyper， 係啱啱相反件事。係即係作為一個個人咧，我唔中意交代嘅，但係喺一個電競比賽裏邊咧，你就要交代曬所有嘢。係，所以兩樣唔同嘅情況啦。所以咧，其實最今次做呢個訪問咧，做個 conclusion 啦，其實我好欣賞 William 嘅兩件事啦。第一件事咧。大家就問喂點樣做電競評述員啦？其實佢係首先佢係夠膽攞詞啦，然之後佢慢慢揾一個自己中意嘅方向啦，有家人支持。第二就係咧，你聽到嘅佢有個 partner 17歲，就比佢細大概12-13年啦。佢冇妒忌，佢冇唔提攜，佢反而覺得咦依、這個十七歲嘅拍檔令到學到嘢喎，大家一起拍住相。其實一個社會怎樣令到大家可以一起進步、一起去協力呢？是大家不要去批評大家，而大家欣賞大家長處，這樣才個行業才有得進步咯。再次多謝 William 今次接受我們的訪問啦。咁我們節目是中人人壽冠名贊助香港電競足球代表隊選拔賽啦。咁我們希望下一集有第二個嘉賓同大家分享更加多正能量。下次再見，拜拜。